是上人好，欢迎大家回来哈，啊，大家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咱即马今日要甲上人分享的是，即马要身体啊，足健康哦，一片欢乐。啊，即马吼，啊，我要比一下讲，迄耳朵甲吼，你看诶，真健康。哦，你看，好厉害！哦，这样搞。哦。哎，你看，你有满意无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爱看你呢。哈哈哈哈哈！要输点奖金咯，我再等你，等你等你等咯。我是伫个七月二十一天。去再去较成立哦，咱个核心防灾应变中心。如果迄一天哦，阮个伫十一点外有接到咱消防处哦，要求咱个支援不会传甲隔屏啊，水提了吼，有咱有一个吼，迄个美华师姐吼，伊讲伊一个个案吼，啊毒鸡啊体弱多病，佮水哦淹到伊个眠床顶去安尼啦吼。啊，无法度通打扫，希望我们志工能够去帮他打扫家园。啊，我就教赵洪顺吼先去勘察吼伊的家园，需要怎样帮忙啊？需要多少人力？啊，咱洪顺师兄吼，伊嘛讲有一个重辅剂的个案，妇女同住了哈，爸爸哈90岁，卧床哈啊，女儿在照顾爸爸。啊，阮就哈，迄天吼就打扫两个个案啦，因为这隔壁真人娘，啊都是很成功啦，哈，都完美啦，啊哈，迄、那个个案哈，伊嘛拢哽咽哈，安尼感恩咱主席，上人哈，常常哈拢啊叮咛弟子哈，爱走入人情，走入社区，啊去体悟。菩萨们呐、啊，的确啦，都是名副其实人间。菩萨，师父一直讲，真实法啊！菩萨走入人群，关怀啦苦难众生，你们是真的是吼，安尼一份的爱啦，抚慰，师父拢讲，恁拢去甲抚慰咧。啊，给他抱一抱，安慰一下，真的，让他的心啦，会感觉真小了。所以说吼，结一分的众生缘，是菩萨面对众生的缘。师父搁定来甲大家讲，学佛，未生佛前啦。爱先结好人缘，啊，人缘呢，佛甲众生中间就是菩萨，全球瓷器的学菩萨多啦，走入人群，才会怎见到人间的苦相。所以咱发挥咱的力量，咱呢菩萨道啦，我行道转去救度众生，菩萨情啦，跟众生缘呢，安尼结合起来，菩萨爱所缘缘靠众生，菩萨若无结众生缘啦。无法度成佛，所以讲吼，佛陀来人间，迄当阵的释达多，伊若无行入人群呐，伊嘛无迄个修行的因缘，所以讲吼，每一尊佛来人间，都是伫众生所需要的事。所以你要行菩萨道，就是要有这个因缘，
你们已经延签了，把这个延看起来啊，看起来啊，师父在那讲哦，长官长官，也那无呢，干那空边呐、啊，一个长官空边呐、啊，尽管哦有这条锁啊落去，但是锁啊呢还是空的，所以讲菩萨要学菩萨。有安尼变落来，啊，拢有老锁啊伫咧。这个锁啊呢，就是伫咧单调，单调呢有做了。那菩萨啊，这个藏哈，安尼赶紧搭瓦来，两张、三张，或者是一张，这呢爱有技术。把这些东西白干的，它的名叫做藏，所以说名称是人做出来，名副其实，菩萨所言，就是这条锁啊，菩萨所言，言苦众生，菩萨修行啊，就是内底做了，若无在众生恁两张叶啊，一张叶啊，尽管呢，长官拢起来啊，但是呢，有叶啊，有锁啊，有边关，内底空的，你就是锁啊拔落去，它就无去，就消去。啊，咱呢，搭粒长啦，搭粒长，就是安尼真饱满，做了够好。所以讲吼，这就是藏观，藏观菩萨单独一个做袂到代志，无法度做，就是爱有群，爱有群，才有通办，一粒一粒办，所以爱有群合起来。因呐，逐工拢有咧听师父讲话。国内外即马转来，我拢甲伊讲，会记哩哦，毋是线线哦，毋是五支镜头啊，尔定，一支手五支镜头爱夹起来，啊合起来，啊好，安尼拉紧了，咱呢跳啊，是啥？合。合合和和谐彼此之间，所以呢，合心、和气、和爱、协力，这师父拢甲恁安排甲真好，只要照这个顺序去做，自在呢是永恒，是永固的啦。菩萨的代代相传，那可以的话，以身传家。咱跟他讲哦，要来弘法，啊，拢去透早出来，就出去外面去。有时阵吼，厝内底的人嘛讲，啊，你透早都咧无用啥嘿，伊唔知你咧做啥嘿，你应该。都要让家里的人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出来做什么，看到什么，回来跟家里的人分享。现在的手机大家人手里大很方便，快点回来跟家里分享，心不怕晒，这都还有呢，我们的孙是上好的听众，你可以看吼，迄个画面啦，那互内底的人，你的媳妇、查某囝啦、后生、囝婿，他会了解，所以因会感动，甲因带出来。有时阵恁甲孙带出去，啊，孙对阿嬷行，对阿公行，
啊，伊看到呢，咱买当个牵上台来，互囡仔呢，来感觉很好玩哦，大家都很疼惜我，啊，真温暖哦。咦，那是真爱对阿嬷行。总而言之啦，有很多因缘，你们要好好的把握哈。所以菩萨求生啦，家内外面啦，咱爱好好弘扬佛法。时间呢过得真紧啦，师父呢虔诚为恁祝福，恁咧做拢对，甲恁赞叹啦，就是如是我行哈，如是我说。就是每一个我啦，每一个我，安尼做得对啦，安尼讲得对啦，安尼合佛得对啦，拢总对，甲恁祝福，感恩。